们书接下午，下午正说在哈利波特勇闯图书馆查这个禁书区尼可勒梅的这个事情，查了半天没查着，最后在禁书区里翻着这么一本书，黑皮儿银色的花纹，打开这本书就听见里边撕心裂肺一声惨叫，重整和尚。没等那大后生啪就把这书合上，把这小彩虎什么地方都去，啪把这书就拽过去，随手一蹬自己这隐形衣，这一摘呗，把来时候带的这盏气灯啊，这油灯给打碎，由打走廊外边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142处都总管老班班费尔奇可就堵过来了。我们这是哪个学生大半夜不睡觉从宿舍溜达出来跑到图书馆来了，来这儿一查，好在哈利波特有这件隐形衣，把这隐形衣往身上这么一裹，由打这个图书馆可就跑出来，找了一个地方这么一躲，听后面费尔奇啊正跟一个教授那儿汇报。哪个教授？斯莱特林的院长斯内普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，跟他这么一汇报。哈利波特好在他有这件隐形衣挡着，你们看不见，这个心里稍微踏实一点，说踏实那也害怕。就在这个图书馆四楼找了这么一个教室就躲起来，一关这教室门，听外边说话的声音一点一点没有了，逐渐这个声音已经消失了，这才回过头来看看这什么地方，看看这间教室，一看这是一废弃的教室，屋里边这个桌子椅子摞在一处，桌子码好了靠这边墙根放，所有的椅子翻过来放在桌子上，赶他回头看这个桌子对面，也就是这个房间的另一个方向的时候，这一回头机灵那么大一冷着，差点喊出来，一捂嘴就咽过去了。一看这屋里还一个人，再仔细一看，谁啊？他自己。定睛观瞧，这个教室里放了一面镜子，这哈利波特看着纳闷，怎么呢？一看这个镜子呀，是个穿衣镜，看外边这个装潢，这个镜框，就仿佛这件东西不是这个屋子里的，临时就给放到这屋里，一看跟这个屋子整个格格不入，就在这放，一看这不像教室里放的东西，什么镜子？仔细一看，这人穿衣镜，多大个儿？横着说，十个人并排，离着镜子一步开外这么站着，这十个人并排能全撑到这镜子里。往高处说，那个霍格沃兹是城堡啊，屋子里边所有的房间，几乎这个房顶都比咱们一般的房顶要高，它是城堡结构。这镜子一看，顶部啊已经快够着这个屋子天花板了，好大一面镜，欧式，啊，英国东西自然是欧式。周围这镜框楼着花，金黄色的镜框，一看还挺华丽。把这两个犄角呢，有这么两个镜子角，这两只脚呢是两个爪子的形状，在地上抓着，立在这儿，靠着镜子后边有这么一根撑棍儿，挺长的这么一根棍子支这镜子。你看这意思，这镜子倒不了，但是后面起这么一支撑棍，有这么一根棍儿。第二，仔细一打量这面镜子，由下往上怎么来回看，由打镜子角一直看到镜子顶上，就看在这个镜子最顶端
把这个镜框这一圈写了这么一行字，英文啊，但是我就不给您学了，为什么？这英文我不灵，我只能给您按中文这么说。上面写着厄里斯斯特拉厄赫鲁阿伊特乌比卡夫鲁阿伊特昂沃克斯。他看完这一琢磨，九阴真经啊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读里边厄里斯斯特拉厄赫鲁阿伊特乌比卡夫鲁阿伊特昂沃克斯，连念三遍，这地方都开了。还是我转三圈，这是咒语，没明白，就看这行字，按不下重点说，来回这么读，什么意思？没明白。看了大概期有这么一分来钟的时间，再低头，一看这镜子，噔噔往后倒退两步，给他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这镜子里感觉不是他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并排站着十好几个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全有，有男有女，这怎么回事？回头再一看这屋里，按照正常来说，这个小孩啊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这要跟咱大人坏了，就这一下你就不敢回头了。你看后面一堆人，那就这要搁李云杰那个胆儿的，当时就一个字儿，哦，就抛头颜面，他就躺那儿了。一看这镜子。镜子里边映出来这个倒影，他身背后头站着十几个人，哈利炸着炸胆子回头看了一眼，又想回头一看没人，往这边扭头再一看也没有，这些人打哪来？当时的第一反应并没有特别新奇，因为什么？霍格沃兹是魔法学校，他虽然说是在麻瓜世界长起来的，来这儿上学也这么长时间了，见着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就可谓是见怪不怪。看，仔细看这镜子里边的人，一看把他两边啊站着一男一女，一看这个女的呢年纪大概其有个30岁不到40，30往外，41里，头上红色的头发，一看这个五官相貌，哈利波特一愣。这个女人那一对眼睛，就这俩眼呢，跟哈利波特这眼睛长得一模一样。从这个眉毛到眼眶，到这眼珠子，就是瞳孔这颜色，仔细看。再一看这个女的呀，通过这镜子这倒影看着镜子里边这哈利波特，这女的正哭啊，哭是哭，可脸上是面带微笑，喜极而泣呀，就流着眼泪，但她面带微笑，她是乐，就好像看着很高兴。再一看她这边站的这个，这男的西装革履，戴了一副眼镜，再一看这头发，这发型跟哈利波特很像，特别是后脑勺那儿滋出一绺头发来，跟那天线宝宝似的，很不规则，往外这么支棱着，特别不听话，这么一绺头发，跟哈利波特那一样。哟，看这个模样，长得跟自己啊也仿佛。再一看两边有上岁数的，仔细一看。这面有一个小老头，长得挺瘦，穿的还是一身夏装，下面一个西服那种短裤，半截裤，一看那磕膝盖，哈利波特乐了，这磕膝盖长得跟他那一样，凹凸不平，这书里原文写就是凹凸不平，没具体写磕膝盖长什么样，那邓布利多那磕膝盖写的比较详细，伦敦地铁读他那磕膝盖，你看这磕膝盖跟自己一样，再看两边这些上岁数的也好，稍微年轻一点的好，都跟自己长得仿佛。哈利波特第一反应，这不是我们家里人吧？冲这个镜子两边，冲这个女人，又冲这个男人两边，各喊了一声，就这父母啊，
各自叫了这么一声，我就不叫了，怕有人抄便宜。这么一喊，也没说话，镜子里边人就冲他一点头。一看镜子里边，他母亲呢，哭得更厉害。哈利波特一拍大腿，没错，这准是我们家里人。哦，大概其就明白了，可能是这个镜子呀，能够照到照镜子这个人，他们家里边人给他呈现出来这么一个魔法镜。哎呦，他就站在这儿看，一点一点就往这镜子这儿贴，眼看离着镜子都特别近了，恨不能进去了，这鼻子都快贴上的时候就退回来了。往后退，退到什么地方？退到这些人并排站的这地方。大概其自己看着那影子，他往后看着看不见，能挨着，再回头就伸手就想摸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在这瞪着眼睛就这么看，他也不说话，看了多长时间呢？耳听得金鸡三唱，天快亮。这个冬景天啊，咱说这个十一月份，这不圣诞节十二月底了吗？整是在十二月份这会儿，这个天呢，白天短，晚上长。你听见鸡叫，这会儿天呢还没亮呢，还正黑着的时候，正香山鬼见愁，鬼呲牙那会儿，还是我算学会了，就看这个，一直看到听见有鸡叫，估计这天快亮了，从打这屋出来。把隐形衣配好了，回宿舍睡觉。一回去，罗恩那儿还睡着，也没叫。说睡觉，他睡不着啊，躺床上翻来覆去就醒。等到罗恩醒了，快该吃早点的时候，也没说话。穿好衣服，洗漱，这哥俩奔礼堂，就是这餐厅嘛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小声的。哈利波特把这晚上发生的事情跟罗恩这么一说，罗恩一听当时就急了，你不叫我呢？好，这有这事儿，你应该把我叫起来，咱一块儿再去一趟。我在想，要你睡跟个死猪似的，好哪叫起来啊？这您这睡觉，我可不敢吵你。你这今儿晚上咱再来一趟去。行不行？就这主意。可以吧？正好我也想看看你们家人。我们家人，我们家人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是暑假时候上我们家，随时想看随时看。这有什么？哎呦，我说这话你可别不爱听啊，哈利。什么呀？这个镜子该不会是只能照到死去的人，那活着的是照不见吗？会不会出现这种事？哎呦，这我可不敢说，因为就我一个人站那儿照去了，照完之后我们家人就出现了。你们家人口不是也挺多的吗？我正好看看你那大姑二哥，我没见过呀，我看看长什么模样。行，那到晚上再说吧。一日无数，盯到晚上。大个齐，学校其他的同学都已经上床睡觉了，这哥俩收拾利索了，又打宿舍出来。还找这间教室，再找啊可就不那么利索了，不好找了。怎么呢？头天晚上哈利波特是因为躲费尔奇，因为费尔奇抓他，无意之间进到这么一间教室。这个学校里边大大小小的这些地方，楼梯也好啊，是这个门窗也好，有地方你看着是个门，你一推这是墙，有地方你看着窗户，你一迈那是门。他这个修的是超乎常规，一般人想到再找可费劲了。他就记着那附近好像是有一副盔甲，这个记着，还是找他的嘀咕。这晚上可别让费尔奇逮着，费尔奇没事他净半夜折腾出来巡逻，别让他撞上。找来找去终于看见这副盔甲了，哎，这我就认得道了。大概起这么一走，往这边一拐，一看这儿有这么一间教室，就看见。哥俩没废话，
来这一趟本身就路途就慢，为什么呢？他头天晚上哈利波特自己陪这隐形衣，转天这俩人你走的就不能太快，这你这跑着下面露只脚出来，那有人看见也麻烦。本身走的就慢，走来走去，罗恩就已经没耐心玩了。要不咱算了，不就我们家人吗？你这我回去我也能看，我不稀罕这一眼。这外边怪冷的，咱赶紧回去了。转了半天，除去一个幽灵岛旁边经过，其他人倒是没看见，这逮着麻烦。好不容易这找着了，就别走了，进去看。一推门，俩人进来，门关好，把这隐形衣往下一摘，一看这镜子还在这放，走进来。哈利波特紧走两步，走到这镜子头了，往这一站，看着，看看看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我们家人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看这边这应该是我娘家人，说就是哎，你看看，两边那么一指，罗恩在旁边看着，拿手一摸他脑门，没事儿吧你？就是一个人吗？啊？哦，你站这位置不对，你站我这儿，你站中间，你过来，你给我站这儿。哈利波特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打他这个视线里边，镜子里他们家人可就消失了。按照哈利波特所设想的，罗恩往这前面一站，他们家人就应该出来了，至少。罗恩他这两个双胞胎哥哥，他那个妹妹，罗恩的母亲，这几个人他见过，包括婆媳，这几个人应该能出来。他往旁边一站，镜子里人唰这么一消失，罗恩往这儿一站，没人呢，我们家人没出来。你看，可能我说的是对的，就是这个镜子能照见去世的人，是活着的呀。哎，仔细一看，我给你长了一半，哎，我长个儿了，哎，你说我当上级长了，哎呦，我还跑上学院杯呢，哎呀，没错，哎呀，我还当上魁地奇队长了，我你等我，你长，哈利波特往旁边一推，他往前面一站，没有啊，就是我们家人呢，你让我再看看，这。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看，我长大了，我当上机长了，我还带着机长那徽，我还捧着魁地奇杯，这边学院杯，就我一人儿，没有我们家人。这算怎么回事儿？我知道了，哈利，这个镜子能预示未来。我机长，快，你先等会儿啊，天还没黑透，你。这个不应该啊，怎么咱俩照出来这东西不一样呢？那什么，我再看，不是你就捧一宣杯，我能看，你就看一死人有什么看？你像我这，俩人来回这么一推，他这么一扯，越吵啊，这声越大，来回这么一推，俩人正闹着呢，他俩可就忘了，这俩半夜出来。你到这儿是偷着来的，这么大动静，外边听见怎么办？整在这时候，就听这个教室门外边喵这么一声，俩人一下就不说话，唰把这隐形衣瞪过来，唰，这俩人赶紧背着，在里边凭呼吸走到这门口，一瞪这教室门，刚开了一道缝。外面那只猫滋溜一下就进来，谁呀、啊？洛丽斯夫人。这大半夜的没有别的猫出来，谁吃饱撑的？旁边的丁学生，费尔奇这只猫就进来了。俩人往后轻轻的倒退这么两步，把这猫闪开。这只猫一抬眼皮，拿这两只眼睛就盯着哈利波特跟罗恩站的这个地方，但是有一节。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，他俩穿着隐形衣呢，俩人在隐形衣里边互相一对眼神，当时第一个念头，这玩意儿对猫管用，这个人看不见，猫可不一定啊。俩人这么想，没说出来，一递眼神，那眼保健操，
这么一递眼神，罗恩也明白，哈利也明白，俩人就不说话，不是不说话，喘气儿不敢喘了。俩人就在隐形翼里边看这猫，这猫也个别，你要说发现这人了，你往前走两步，拿爪子叨一下也行，没有，就站在这儿盯着这俩人站的地方，就这么看，那个眼神，这个表情，那个身段，怎么看怎么像费尔奇。你看谁养的猫像谁，他到底发现是没发现。这猫看着看着不看了，左边闻一下，右边闻一下，又抬眼看这俩人站的地方，一扭头出去了。俩人小声一嘀咕，我说他到底是看出来了还是没看出来。问我呀，啊，我问谁去，我哪知道去，走了那咱也走吧，他得快走。怎么你知他是走了，他是找费尔奇报告去了，这背后快走吧。俩人出来了，索性回来的路上什么也没碰见，回到宿舍里边，宿舍就剩他俩了。俩人嘀咕：“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好家伙，这可新鲜！这是不是预示未来？预示未来不能啊！我们家人都死了，他上哪预示未来呢？他是不是看到过去？我估计得分人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事儿就……哎呀，再来一趟，算了，有点危险，睡觉。”罗恩好，沾枕头，沾枕头就着，躺那儿睡着了。哈利波特这一宿连着两晚上啊，等同于没睡，往这一躺，翻来覆去就想这事儿。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点的时候，罗恩一看哈利波特这俩眼圈都抠进去了，坐在这儿也不吃东西，抱着肩膀坐在自己早餐前面。罗恩过了，那什么，你把那俩手啊，你这个，我祷告来了是怎么着？感谢真主赐您的早餐。我说你这个琢磨什么呢？看看周围没人注意，他们俩小声一嘀咕：“哈利，想那边镜子呢，是吗？是。晚上还想去吗？想，不想准去。我琢磨着琢磨，你别去了，我也不去了。”咱晚上踏实你睡觉，看你演的什么样，休息休息。哈利波特没说话。怎么我说你听见没听见？我听见了，行，别去了行吧。不是哈利，你这没劲了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怎么了你这，你还用说？嘿，咱俩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这人我太了解，你挂相我还挂相，大挂相，你心里藏不住事儿啊，看你有点事儿全写脸上了，你散着字儿的捡子儿地，别想了，我觉得这不是好事儿。这个镜子你甭管看见的是过去是未来，它是真实的，是幻象，跟你的现在是没有关系的。再一接连着两晚上出去，这要是万一被费尔奇给逮着，这罪过可大了去了，他不得给你开除了。我听你说话这口风怎么像赫敏呢？你这你甭管了，甭管了，我不去啊，不行，你应给我了，你别去啊。完了，我看着你啊，你看着，哈利心里有数，你看我呀，就您的沾枕头就朝你看我呀。嘿，到了当天晚上，轻车熟路，那就不用再找了。连着两天，第二天晚上已经找一宿了，一点没犹豫，等罗恩睡死了，怎么推都起不来，拿着隐形衣到罗恩跟前推他，都这不干，他两头没起来，自己一配隐形衣，由打公共休息室出来，直奔四楼，来到这边一推这教室门，咣当一关，一点没犹豫，站到这镜子前面，把隐形衣那么一摘，往旁边一放。这回啊，坐地上，直接一盘腿往地上一坐，就开始看。
这镜子里边人刚一出来，他就开始哎，这看我来了。突然发现怎么好像多一个，哎，这谁啊？一看这儿多一老头，白头发大长胡子。这老头看着说了一句话：“又来了。”哎，哈利波特一回头，怎么今儿俺怎么说话了？这个没有啊，这是我们家哪位老前辈啊？这是你宝字的是轮子，我看回头这么一看。可把他吓一跳，谁呀、啊？大邓，校长来了，邓布利多呀、啊！哟，校长，你看我没看见你，你看你这话形象，这么大活人你没看见我？而你这个隐形以后，这个眼睛还不好使着呢，还近视了。我本来就书里没缝这个，这就是我缝，本来就近视。连着来了三天了，老哥您都知道啊。来，坐下。哈利波特从地上站起来了，一摆手，你坐下。坐哪儿？坐地上。大邓啊，真和气，走到跟前，一撩这魔法袍，好，爷俩坐一块儿，对面盘腿一坐，来，把手放在膝盖上，对，教你一套易筋经呢，跟你聊了。我们校长，我是这个。我不应该来，不，看来呀，你跟之前的成千上万个人是一样的。什么成千上万个人？就是那些个站在厄里斯魔镜前面的人。哦，这个镜子叫什么？厄里斯魔镜。看来你也发现这个镜子的乐趣了。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乐趣。哎，我让你说。这镜子照见什么了？照见我的家里人，我父母两边可能是我的祖父祖母、外祖父外祖母，就这些我们家里边亲戚，虽然我都没见过，但是我看这个模样，对我的这个态度、表情啊，他们展现出来的应该是我的家人。哦，你那个小朋友罗恩看到他变成机长了，对吗？哟，您昨晚上也来了。我怎么没看见你呢？那是你出去草回来晚，不得白歇了吗？哈利，你不想想，我一定得用隐形衣才能隐形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是校长啊，他那能耐小了能当了校长，要不怎么人传你呢？是吧？能耐大。哦，是，你的朋友罗恩看到他变成了机长。还当上了魁地奇的队长，赢得了学院杯啊，还赢得了魁地奇杯，是吗？是。你说，这个镜子让你看到了什么？我说的不是你，你拿我说，让我看到了什么？刚才那这本我，现在问的是自我。啊、您这太深奥、哦，这。就是让大家伙看呗，看到什么了？你说说。看到了我们所期望的事情，也对也不对，也对也不对。怎么准确的说呀？他让你看到的是你所渴求的，就是你的欲望。来，你看看镜子上面那行符咒，什么符咒？就上面那行字，哎。哈利再抬头看见行字：“厄里斯·斯克拉俄普鲁阿伊托比卡·弗鲁阿里唐罗斯。”读一遍，读懂了吗？没明白，你把它倒过来念。咱说那上面英文字母写的呀，这么写，他打左边往右边这么念，没看出来？他打右边往回这么一念，当然那个字母大小写不一样，重新自己把那个大小写换算一下，就那个字体呀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一句话，反过来读出来，就是我所展现的不是你的容貌，而是你的渴求，说白了就是欲望。这是镜子自己说的话，我照出来的不是你的模样，是你内心的欲望。反过来，明白了，你为什么看见这些东西呢？这么跟你说，世界上
最幸福的人，站到这面镜子的前面，可以把厄里斯魔镜当成一个普通的镜子去使用，你明白了吗？就是什么都不缺，对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生活甭管是你挣钱多也好，钱少也好，这都无所谓，只要你过得快乐，你不觉得我缺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最近手机该换了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这醒的磕一角，哎呀，我这灰色的大褂啊，有点，哎呀，最近他老批我，我得换一个，不能让他说我，就是内心的欲望。你什么都不缺的时候，这面镜子只能照出你本人来。为什么你能照见你的家人呢？你打小，哎，父母双亡。据我所知，你的姨父和姨妈对你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是是。所以你期望看到的就是你的家人，不管这些人是活着还是死着，是你见过还是没见过，他能照出来。为什么你的好朋友罗恩照见的是他一个人在镜子里面？他怎么就没看见他的家人？他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边，跟他那些哥哥一比呢，他本身又有一些自卑感。他那些哥哥都比他强了，大哥比尔当年机长，查理魁地奇找球手，自打他走了以后，格兰芬东和格兰芬都没赢过。他那俩双胞胎哥哥，甭说怎么淘汰淘气捣蛋的，这都搁一边，学习成绩好，而且在学校人见人爱，啊，花见花开，很招人稀罕。他三哥婆媳也是机长啊，有这些哥哥在他前面，显不着罗恩，所以他看到的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站在这个镜子里面。很多人，哎，照这面镜子的时候，没有发现这个镜子的本质。你说厄里斯魔镜带给了我们什么？它教给我们知识了吗？没有。它带给你快乐了吗？你快乐吗？你是照镜子的时候觉得快乐，可你不照镜子的时候呢？之前有很多人呢，站在这面镜子前面，最后就疯了。你说这哈，我的心里一惊啊，能有这个事儿？照这镜子能照疯了？哦，那这面镜子是谁的？我的呀。嘿，这我家大业大，有的是养大，没事净做大。这面镜子就在这儿放几天，过些日子我就要把它搬走了，不能让它在学校里随便出现。当然了，哈利，如果有一天你再看见这面镜子，希望你不要感到吃惊。哦，是是，哈利波特就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就是记住，你有一天再看见这面镜子的时候，可别害怕，别吃惊。你还不准备回去吗？校长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请讲当面。什么事儿？您在这镜子里看见什么？好，我看见我。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假模假式走到镜头了，照一下。我看见我拿了一双袜子，是吧？哦，您这个人生怎么会看见袜子？羊毛的，羊毛的，它不也是袜子吗？你怎么会照见袜子？哎，圣诞节收到的礼物很多，但是大伙儿坚持要送给我一本书，没有人送我袜子，我那床头上袜子一直是空着的。哦，没人给你塞礼物是吗？哎，反正就是一双袜。您，哈利波特想说您肯定没说实话，转念一琢磨，别问了，这是隐私啊。这么大校长，人所共知，当代最著名的魔法师，最伟大的魔法师，人家这个伟大可不是那不是说国家封的，不是他自己那么叫的，这是大家伙公认的。我艺术家，你艺术家，你怎么样？你大家伙承认你是艺术家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好多现在都这样，出去一报艺术家，不骂街，好多有这个。你包括这个。我们出去有时候那个外边演出的时候，你像我跟我师哥李云杰，那个外边的，他们家亲戚当时他有一次得结婚，去给助演助兴，
那个司仪这个老师一报，来自德云社的青年的相声艺术家，我们在底下一哆嗦，上台给更正，特别这么说，就是青年相声演员。我那会儿都不敢报演员，我相声德云社学员，就这么报演员。演有时候有的好多这个大的这个艺术家什么的，一辈子呢到老的时候上台规规矩矩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演艺人员，就是个艺人。就没敢说自己艺术家，怎么叫艺术家？侯宝林侯大师那叫艺术家，高原君艺术家，那是国家封的国家一级演员，全国就这么两个，挣的工资跟毛主席一边多，就俩国家一级演员。那会儿你看后来这国家一级演员如雨后春笋一般，一般顺着墙根啪就滋出来了，不值钱了现在这个。而且这个这么大的马志明，您各位都是少马，少马爷，好像啊，我这不知道确切不确切。天津那边我们有同学跟我说的，马志明从曲艺团退休，不是演员退休，好像是会计。您各位都想不到，会计，黄宗民好像是传达室。这么大，咱黄宗民搁一边咱不说，因为他半道出家。少马打小学这个世家，家里几代人干这个。当年他们家上这恩婿给慈禧太后养过。哎，您说这个国家一级演员二级演员跟这有关？而且我得话说回来，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。我的恩师郭德纲先生是国家几级演员？我想问，谁考证过？您哪位研究他是国家级演员有用吗？这是最关键的。好多过去净这个。帮子团您唱戏有个裴艳玲，您各位都知道，这是我们河北省一杆大旗，最擅长的就是骂街，该骂。头几年演这个新编的大型历史京剧《梅兰芳》的时候，请裴艳玲去演，到第三场的时候，裴艳玲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打一开场底下那乐队的弦就没对准，他就已经坐不住了，运着气。等到第三场有一接管，他说他心也是，这后来裴艳玲自己说的，我这会儿要走，我扭头走了，你走吧，走，大伙儿没人注意，人家有专门车接车给您请来的，就是让他给指导一下怎么着的，你这会儿走了不哼不哈不行，我得走，走一脆声，我走一响亮，看着大伙儿啊都已经基本上就第三场落幕的时候都安静了，站起来了，有人注意，这不裴艳玲，这唱戏艺术家你知道吗？怎么站起来要走，站半天怎么不走呢？瞪着还是他能估摸着大家伙这会儿都已经注意到了，咵一落幕，乐队一安静，冲着台上高喊了四个字，您回去百度一下，我不说了。我心里话说好罢了，这是我们石家庄一杆大旗，就冲这四个字值钱了。他就敢骂，他后来他出来的时候啊，本来是车接来的，那这一下就没人送了，自己溜达回去了，走回宾馆。一路上他说我不是作秀，我真生气。裴艳玲说他真生气啊，什么玩意儿唱？说现在他说有打样板戏以后，这是他原话，您网上可以找这个文章。裴艳玲说戏是谈戏什么，就这裴艳玲骂街什么，就这个啊，是这个有记者采访过他，就这一篇专访骂得太狠了，字写声声泪。他说了，打文革以后就没有小生这个行当，多狠这句话！打文革以后就没有小生这个行当，你想这什么概念？现在哪有小生？过去那现在小生有法听吗？过去那小生就这一个手势，就得练多少遍？小生的手势，你现在还有吗？人这话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京剧没人看？你哥我也看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演员在台上，他这演员还混着蛋呢，他给观众演，有这个？那说明书他自己都没把哈利波特看明白，他给别人说，你这什么扯淡？是这我怎么说？就说这艺术家，你别自己喊我艺术家，别等国家封，艺术家，这是我们师爷金文生先生原话，艺术家必然为政治家服务。艺人，记住啊，这俩字，艺人。你有个人字在这儿，给谁服务？我给人民服务。我们出去永远，我们就是艺人，我们就是演员，没有艺术家这一说。回过头来说邓布利多，大
大凳这么大，那是公认的啊。在这个落到书面上，大伙儿伟大的魔法师，当代他还没死呢，活着就落这俩字儿。一般说，您能获得什么荣誉称号？你按我那会儿在部队来说，三等功、二等功、一等功，能得二等功的，一般都是集体，就个人得二等功的少。什么样一般个人得二等功？出去勇斗歹徒，你身上挂了花了，确实那个什么这个玩命了，二等功，这才二等功。一等功最起码缺胳膊少腿，荣誉称号一般都是追人，不好得呀，知道吗？荣誉称号都追着黄继光、邱少云，你这都追人，为什么？人家那真的英雄，人把命都为祖国人都献出来了，那可不英雄吗？这活邓布利多活着就落这俩字，伟大，伟大的魔法师。他在镜子前面能看什么？他能跟我说吗？但他在镜子里看见的是什么？我可以给您各位透露一点，这是咱们的后文书。他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的是他跟阿普福斯两个人握手。后为什么？后文书再说。又打这镜子里回家，这跟阿普福斯握手，这为什么？估计能在混血王子吧，混血王子的最后那点儿不能说上啊，但是我安排的应该是在那会儿说。为什么他的镜子里看到是这个？包括在到后文书还得给您缝一个，就阿兹卡班囚徒的时候，邓布利多的伯克特是什么？你哥可能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。伯克特这是一种恐怖生物，这种东西没有具体的形状，你任何人站在他前面，你怕什么他变成什么，这种东西叫伯克特。邓布利多的伯克特是什么？是他妹妹的尸体。为什么？也在混血王子那一部的最后能说到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转天早上再起来，哈利波特可就把这个隐形衣啊叠得立立正正的，等开等开叠好了，按照叠大官这么叠放到床铺下边，他就收起来了。等再不去，这镜子也要搬走了，他再看也看不着了，不去了。校长说得很明白，很多人在这个镜子前面得不到知识，得不到真相，最终得到什么？就是疯了。我再去，那不就是那我不成傻子了吗？可是，一节他不去是不去，盯到晚上真睡不着觉。为什么？你想，一个孤儿打一岁起没见过自己亲生父母，好不容易有那么一机会他见着了，你甭管是招魂术也好，是这个厄里斯魔镜也好，当然后文书咱得说啊，没有招魂术这种法。好家伙，您吓一跳，你看他不能听这个，就没有这种法术。在后文书咱得细说这个。他好不容易看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你能不想吗？一到夜里边就做梦，做成梦就梦见这镜子，梦见镜子前边站着自己的父母，梦到最后一道绿光，然后就醒了，听到一个女人的惨叫，每天晚上都这梦，这做梦一直做到圣诞节假期结束，开学的前一天，赫敏格兰杰鬼回来了，回来之后聊聊吧。这一假期你们都研究出来什么了？什么也没研究出来，但是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个厄里斯魔镜怎么怎么一回事？哎呦，这镜子我可读到了。那在书你这甭不要照搬课本，你就说吧，你读到过，你知道那镜子什么样？是这么回事吗？是。一说这个事儿，邓布利多跟我聊了些什么？哎，您各位注意到这个细节啊，整部《哈利波特》里边，您各位看着啊，一个小细节。赫敏几乎没有正面的跟邓布利多交谈过。您各位看这个细节，您要看过这书，而且有一节赫敏没进过校长办公室，为什么？后文书再说，这得细批。为什么赫敏没进过校长办公室？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各方面都有关系，他没有跟邓布利多交谈过。你别看他这么大学问、这么大门卫，他所出席的社会地位、身份最高的就是斯拉格霍恩的那个圣诞节的那个酒会，
就是那聚会，这是他出席的最高的社会地位，就到这儿了。为什么？后文书再说。一听说这个连续，他对这个厄里斯魔镜倒不是很感兴趣。一听说什么连续三晚上，你从宿舍里溜出去，拿这个隐形衣上外边，就走廊里就这么转悠，还跟费尔奇斯内普正面交锋过。好家伙，赫敏说：“你这要给你开除，你这话罗恩已经说一遍了，你就甭嘱咐我了。”哎呀，你怎么就没研究出来呢？你说这个，哎，一说这个，那哈里说：“就甭想这了，咱慢慢再找吧。”一直盯到哈利波特在参加训练的时候，他这个噩梦可就不做了。在参加训练，训练忙起来了，活动量一加大，晚上就剩累了，没工夫做梦。这会儿这个奥利弗·伍德就是魁地奇的队长啊，好，所有的队员都快给他抱怨死了，当然除了哈利。哈利现在站在伍德这头，代表性的反对伍德就是双胞胎。伍德你要干什么呀？你现在训练狂，一天到晚没班没黑的，你怎么折腾我们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我们这个岁数正在发育期，我们这你就是见天折腾我们。一参加训练，伍德呀就折腾这几位，开始布置队形，你们两个怎么练？你们几个怎么着？哈利怎么练？来回这么一布置，每次布置的时候，哈利波特认真的参加训练，双胞胎们就跟着起哄下秧子，来回捣乱，也不好好训练，起着早打天上。训练老司机加工作，你说你们俩击球手练这有什么用？那找球手动作，打上手往下俯冲就练这个，假装从扫帚，哎呀，我摔下来了啊！接着我，接着我，接着我。伍德也不理他们俩，眼看要准备一场比赛，什么比赛？格兰芬多对赫奇帕奇。说这场魁地奇，如果格兰芬多有幸要是赢了，他能赢这场比赛，那行了。这场比赛他要是赢了，直接问鼎年底的学院杯。什么？你商量这事儿。我说那个，别闹了，行吗？年底要是赢的话，咱们就学院杯了。双胞胎不听，砸天上还掉。下来行不行？那什么，那个约翰逊，你受累，喊这追究上去把他俩蹬下去。我让你把他俩蹬下来，没让你跟他们一块儿。你怎么下来？你这，哎呀，我求了你们了，行吗？爷，祖宗。下来吧，咱训练吧。哎呀，这比赛咱不好比，没事，有我们俩的，有你们没我了。下来吧，这次比赛啊，斯内普当裁判。说到这儿，双胞胎呱一下，这回真摔下来了，破，这吃一嘴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破，他，你再说一遍。这次咱们对赫奇帕奇，斯内普当裁判，凭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这招谁惹谁了？这不没有的事情吗？你看这。俩人纳闷啊，就斯内普怎么当裁判？不知道，他跟校长主动申请的，说他要当裁判。嗨，这些年了，多的他当过裁判没见过呀。哎呀，哪说哪些？你知道，这下这几个队员呢，可就不胡闹，踏踏实实训练。训练完了，三三两两有聊天的呀。哈利波特可不愣着，干什么？拿上自己衣服，直接奔公共休息室。找赫敏跟罗恩商量这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来这儿一说，咱们这场比赛斯内普要当裁判。这俩也一愣，什么？哪场比赛？对赫奇帕奇。哟，那你看他俩当时第一反应跟那些队员考虑就不一样。那些队员一听见说斯内普当裁判，第一反应他准偏向，准偏心眼儿，就说他不是赫奇帕奇的院长，但他得向着人家。至少他不会像是格兰芬多，这是别的队员都不行。罗恩赫敏第一反应，他不会是为了你才当的裁判吧？啊，为了哈利，为了害他。上次比赛他就坐在底下，接力接力过来，接力过来，双接力，那给你念叨。这回好，直接上赛场了，离你更近了。那他在赛场，他不想去哪儿去哪儿吗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想了半天，罗恩没理他俩，低着头那儿不是正写什么呢？一抬头说了一句：“这么着，哈利，我给你出主意，什么主意？咱一咬牙一跺脚，干嘛？我那意思，你一咬牙，我一跺你脚，就齐了。”
真剁呀！啊，你就假装腿折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好，你想，那是你咬牙的事儿吗？那剁完脚就剩我咬牙了，那就。哦，装残疾呀、啊！你这，您这主意，您就是属于大前天的主意。什么叫大前天的主意？就是不太新鲜的主意，哦、馊主意啊！你直说不就完了？我这怎么叫馊主意呢？你想想啊，整个球队里边没有替补的队员呢。我找球手，我不参加比赛，那不请等让换球瓦西赢吗？那这就没别的办法了。我让我想不出更好办法。你不装病，你那个没法不参加比赛，你只能参加比赛。参加比赛就有危险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摘哪个？正想着呢，有打这个公共休息室外边一推门，摔进一人来。怎么摔进一人？不是走进一个，摔进一人来。谁呀？拿北总办的，就是圆脸那小胖子，叽里咕噜打过道里，咣当一下躺地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大伙看着倒不觉得新鲜，怎么？那威经常摔跤，但是低头一看，他怎么爬不起来了？半天跟地上正呗，这俩腿在那蹦。这会儿才看，这俩腿怎么分不开？捆上了没有啊？大伙儿有乐的，有笑的，大伙儿嘀咕这怎么回事？这只有一人没乐，贺云，紧走几步走到近前，站着别动，念了一句咒语。哦，这会儿大伙儿才明白过来，那威那腿让念了咒了，什么咒？这个咒语叫锁腿咒，将腿力挺死。这个咒语，这么一句，翻译过来啊，将腿力挺死。一念这解咒，俩腿分开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跟姐说，姐给你出气。是不是马尔福？是，马尔福抢我东西吃。罗恩过来，不是，那位你怎么回事？你就任由他们冲你念咒，那东西呢？抢走了，那还跟我客气吗？你得学会反抗，知道吗？他抢你东西你就给他，不行，不给我哪块什么我都不如他，我学习我也不如他，别让我胆儿都小。你甭说我废物，他已经说一遍了，你别说我废物。完了，我能不敢惹他吗？你说那是吧？哎，一说这话，他这眼泪快下来了。哈利打兜里啊掏出一块糖来，什么糖啊？赫敏送给他那巧克力糖，圣诞节礼物，还剩一块儿，拿出来。来，大卫，拿着，把这糖往手里一塞。大卫眼泪都快下了。还是你好。记住了，大卫，别老觉得自己不行。刚才罗恩说那话对了，要反抗，要敢于对你不喜欢的事物说不。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他要的东西不给他就是不给他，凭什么给他？他比我强，他哪点比你强？他哪点比你强？你记住这句话啊，你比十二个马尔福加在一块儿都强。为什么呀？这怎么还为什么呢？你琢磨这道理啊？你怎么老觉得自己我不行，我这不行那不行？你在哪个学院？你格兰芬多招啊？你在格兰芬多，马尔福呢？哎，他在讨厌的斯莱特林，对吧？你就注意这事儿，讨厌的斯莱特林，斯莱特林不是招谁惹谁了？哎，你凭什么把你分到格兰芬多？就证明你比十二个马尔福加一块儿都强。还是你说的对。那这糖甜的，你尝尝。不理纳威了，这仨人还研究啊，到底这比赛怎么着？敢到了比赛这天，好家伙，给哈里吓的，心里边忐忑不安，这可怎么办？想主意想不出来，这能有什么主意呢？到了你还是得参加比赛。赶到参加比赛当天，就听外边李乔丹，就是这播音员啊，跟那个双胞胎一年级的人，突然报了这么一句：今天我们的校长也来观看我们的比赛。哇，全场一鼓掌。他听这话一愣，当然这帘儿这几个队员一块往外一看，一个教师席上啊，邓布利多在那坐着。上回书咱们说头一场魁地奇大邓可没来，校长没参加，这回校长来了。哈利波特心咵嚓一下撂肚里，斯内普，他算老几？你敢动我？校长在这呢，这个靠山来了，这回不怕了。比吧，投比赛之前，
队员一字排开列好了，奥利弗·伍德谁也没理，结解散。我跟哈利话说，大伙没明白要说什么呀？哈利波特也一愣，队长你要说什么？哈利，我就嘱咐你一样啊，我不给你施加压力，我不给你施加任何压力。简单一句话，咱这场比赛只要是赢了，不管赢多少分，只是赢了，年底咱们学院问鼎学院杯。记住啊，上场把你之前我教你的战术啊战略全都忘了，用最短的时间把金色飞贼给我找了。明白了吗？就是快点结束比赛。对对对，上场你不管其他人啊，我们怎么打你甭管啊，我们给你拖延时间，赶紧把金色飞贼给我抓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没等这比赛开始呢，打起来了。谁跟谁打起来了？马尔福啊跟纳威打起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马尔福站在看台上，大把金刀往这一坐，撇着大嘴就在那喊，哥们们弟兄们小们，你们知道格兰芬多挑选魁地奇队员是什么标准吗？旁边克拉布高尔一看脑子慢啊，还得给他递个腿儿呢。不知道啊，您得说一说。好忙活呀，什么标准？就是看谁可怜，他们要谁。比方说吧，托特没爹妈，那双胎他们家没钱。哎，那个隆巴顿说：“纳威啊，照这个形势发展，下一步你就该进球队了。”我什么都不缺，你没头脑。纳威还言是还不上，憋了半天，这脸憋通红，腾一下站起来了，噔噔噔几步走到马尔福跟前，嘴唇气直哆嗦，突然蹦出那么一句：“我比十二个你加在一块儿都强。”马尔福没听明白，怎么冒这么一句？他比十二个我加一块儿都强。他把哈利那句话想起来了：“我比十二个加一块儿都强。”是啊，先你看说两句你还急了，怎么你还想打我是怎么着？对，我就是我要揍你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你揍你等下揍你。打的是来你打哪边啊？我给你吃了。您各位知道羊肉麦刀里边有个牛二吗？有人来过来，你这打哪边？你说你画着道来。哎，他们这儿这么一捣乱，有打后边。罗恩这眼尖，一看怎么着，嚯，纳威长能耐了，敢叫板去了，一扒拉旁边，西蒙迪安别愣着，上，赶紧的，咕上，铁葫芦这仨人就跟过来了，干什么？怕纳威吃亏，往后边一站。罗恩过来没废话，一推着纳威，你跟他说什么废话？是上次打的，拿手这么一推，你别看纳威这嘴不利索，这身手可够敏捷的。啪那么一推着后肩膀，噔噔往前进抢两步，一抬手也不是怎么那么寸，整照马尔福这眼上就来了一眼泡，啪这一拳就打下去。呵，马尔福一捂着眼，这眼就青了。小子，你敢跟小黑爷我动手，今儿我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，你也不知道盐打马鞭醋打哪个酸，这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水从源流水从根，卡不告诉别被挖过上，你这蒙着烟啪夸吧一动手，挺看挺这边一打，赫敏一看，哎呀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过来拉偏手来，拉着马尔福，别打了，你别打了。哎，你说赫敏不灵？哎，赫敏这能耐大着呢，你说别打了，别了，拽住了马尔福，迪安照顾这克拉姆，那西姆对付这个高尔，然后这赫敏暴动马尔福，你一般女生的发育比较早，劲儿都大。他给他瞪住了，纳威跟罗恩这边一通打，大凳坐在这个教师席上面，往这边看了一眼，把几个教授聚过来，那个啊，众位教授，走错了，众位，尤其麦克教授凑近，往下传达一下，咱玩玩就算了，别，
闹出人命来。哎呀哎呀，向传达吧，说一说吧，这怎么然后那个怎么打起来了呢？这会儿这李乔丹不管那个，比赛就开始了，斯内普真当了这个裁判，大伙都不理解这斯内普怎么当裁判，纳闷儿。斯内普还真不外行，一起操绑了一张脸，一吹口哨开始比赛，没那么些废话，开始了。刚一比赛，按录下钟点说十五秒钟没到，罚一点球，罚谁点球啊？罚了格兰芬多一球，让赫奇帕奇点球，怎么回事呢？当着一开球，鬼飞球往外这么一飞，放游走球一出来，这功夫也不知是故意的呀，还是诚心的，这俩词儿一意思。这双胞胎那乔治啊，仗着游走球就闷了一下，一球就闷到斯内普脸上。你打裁判，你这受了受不了？一下就呼脸，一飞爪，啪发球，这边一发球。好在这球啊没进，没进是没进呢，这大伙儿紧张，这边叮当那还打着呢，场上面没有场下热，那边还打着，打着打着打着，这边动着手，底下这边一通捣乱。马尔福，你别看他这会儿啊让赫敏给暴露了，好，那俩揍他，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，嘴捂，你看见没有？看看看看还不错，哎。你看看他那个飞起来那劲儿，哎，跟那个看那地上有钱似的，啪，你就啪一嘴巴，我让你废话，我让你说话，让你说话，罗恩过来就一通打，正打着呢，就看场上，他不是说这个哈利波特跟看见钱似的，什么玩意儿看见钱了？就看哈利波特冲这斯内普身上有打半成功，我飞下来，斯内普也一愣，嗯，他干什么？就是准知道格兰芬多跟他不对吧？刚才那游走球就已经证明了。谢谢你干什么？那单挑，斯内普往旁边一闪，哈利波特飞到斯内普跟前，一探这右手，噗一下，照着斯内普的脸上就抓过来了。这会儿斯内普才发现，挨在这个左脸边上这儿有一道金光一闪，砰那么一下，李乔丹那边拿着话筒，哈利波特抓住了金色飞贼，哇，掌声一起来，斯内普扭脸看了一眼。掏出十号，噗，长吹一声，呸，啐了一口，走了。哎呀，大家伙这乐呀！那边赫敏这边，别打了，赢了，赢了，是我马上我就打赢了，我没说你，没说你，咱们球赛赢了。一说这赢了，好，罗恩过来擦一把血，怎么着，赢了吗？这抓着飞贼啊，跟着一鼓掌，大伙这一通啊欢呼喝彩。这么一喊，这功夫给斯内普气坏了。来到这个操场这边上，自己那斗篷往起这么一解，帽兜往头上那么一戴，游打赛场出去了。哈利波特抓着飞贼，往队长手里边一交，扭头第一眼先看这斯内普，他上哪去？突然间，哈利波特就觉得心里边有这么一种感觉，不好，要出事儿。他这么着急走呢？这扫帚本来比赛完了应该放回扫帚间，没有。骑这扫帚可就打赛场里出来了，大伙儿哈利波特去哪儿啊？好在啊大伙儿没太注意，哎，这就出去了啊，这全欢呼喝彩，这边还是庆祝的。哈利波特有打赛场出来，就在半悬空盯着斯内普，眼看着斯内普戴着帽兜往前鬼鬼祟祟一直可就走进了近邻。